讲到假音啊，这很奇怪，七零年代为什么有这么多厉害的假音歌手出现了？就我觉得好像环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整个的大环境，这个开放了。但讲到假音呢，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蛮有趣的。我小时候呢，其实很爱唱假音，那我爸就会觉得说，唱歌要像猫王嘛，要像男人一样嘛，像男人一样。哎，可是我就每次这样子，就是哈哈哈哈这样子唱，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唱歌哎这么多假音干什么呢？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感谢。Bee Gees 还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一些这个很这个像假音的歌手，像假音的歌手，就像我们今天要提到马上要提到这一位，对 ，Leo Sayer， Leo Sayer， Leo Sayer， 他的歌曲在台湾呢有一首歌很红很红，就是 When I Need You， 爆红，对对对。When I Need You 那个时候呢，是因为电台每天一直播一直播，对 ，Leo Sayer 的假音非常厉害，是，可是他假音是非不是像 Bee Gees 那种，他是很有力的，对 ，You got it， 对。为什么爆出来这非常爆出来爆出来从小擅长演唱假音的陶喆将会如何诠释这首歌曲呢我们马上就来听听看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七零年代经典歌曲之后，要再给你两位充满爆发力嗓音的歌手，